然后我刚刚在想什么，怎么一直忘记？还是看了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了，可以收尾了哈。开一个，再开一个 key。忘记了姓名的你原本的 key 是对的，然后后来越升越高，越来越高。忘记了姓名。有钱给我吗？要。来送钱。人家，人家，人家都是。那你要去参加封面歌王的？可以啊。可以忘记。好，就是先讲。好。弱了，就看一下。好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下一段的片段是什么。好，请 Q。加上陈汉典。哇。我想说后面我可以了。然后他们就一看看看看看。还要记一场，对啊，那时候你叫他去发生地狱去吗？你那时候疯。One two three here we go。One two three go。我要播，我当然要播这段了。Oh my god！ 好，可以，现在也可以播，好玩。好尴尬。你就是 four 啊。One two three four。那个眼神，那个脸啊！哦，太早去了，被你搞疯了，但是对不起。彩排啊？会是你先？好像有啊，我忘记了，一定有。找不到，还是没有彩排，没有彩排。找找看好不好？太有才了，我会难听走音的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很好，特别 bonus 给两位。bonus 给两位走音的部分。而且我那时候的裤子都很大件，对不对？哈哈请跟我来，穿越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。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70、80、90还是 Y 世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仔细找，你会找不到背影，会被跑。放松，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啊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 Ready to Rock。Yeah！ 哇，终于唱完了，耶、yeah, ！那个夜冲，我终于唱完了，快死掉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安排？因为我去。张韶涵的小巨蛋演唱会当嘉宾，唱歌，为什么他找我？因为潘玮柏没空，真的真的，所以他就找我。那他这个 idea 很棒，很大胆，很大胆的一个很前卫的一个想法，找我去。我不知道，现在问当事人，他自己会有一些感受，会有一些感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是从那个升降舞台，然后这样慢慢升起来。然后我升起来之后，我像那个感觉就是人家说，哎，以为是潘玮柏嘛，然后大家会看，哎，不是潘玮柏。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穿那个样子哦，太素了，人家会觉得说，哎，其实这个歌迷很幸运的，既然可以上去跟张韶涵合唱。而且但是服装真的很精彩。我演唱会穿那样去，哇塞！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太猛了。然后那一集我们是有彩排的，但是因为我很紧张嘛。然后就一开始就走音了。One two three 啊，忘记了姓名的，请跟我来。现在出过EP，你要不要血词？我已经血了。那你可以再模仿自己走音。哎，我再听一次啊，因为那个太经典，再放一次再放，前面就好，前面就好。忘记了。忘记了姓名的情，我已经被拉走了。我有点忘记原本怎么唱了，我有点忘记原本怎么唱了。忘记了姓名的情，跟我来。其实那首歌不难唱啊，对啊，它 key 也是很低，但是也没有那么高嘛。那时候可能就是有时候表演的时候会情绪很亢奋，所以讲话
或者是表演的时候，就是你很容易就会拉上去，或者是就找不到平衡，就这样。这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反正这一段可以真的可以 repeat 很多遍。开放网友下面挑战。对，看有没有人可以唱到跟我一模一样这样子。真的，而且这个很抒压，你只要心情不好，你只要看这一段你就 OK 了。还是请大家，人生就有希望了。IG take 你，如果有走音的。对啊，可以啊，你就 take 我啊， take 我 IG， 我的 IG 是 original popping， 或者打陈汉典，有蓝勾勾那就是我的 IG。今天就是带大家回顾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继续敲敲一些锅，敲一些碗，对我就会，好好好，我等一下饲料就给你哈，我等一下给你饲料哈，好乖乖哈，等一下给饲料哈，好好好好，那希望大家多多分享，谢谢收看，爱你哦。啊、因为现在是财年身份，所以免不俗的要，不免俗的要，不免，不免俗的要跟大家讲这一串。忘记了清明的，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能快乐崇拜。喜欢苏瑞德，没有苏瑞德就睡不着觉，就吃不下饭，甚至活不下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打给后，打给后，哇！啊，大家好，我是。大哥费洛蒙、啊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、啊、要订阅的是陈汉典的频道，在陈汉典的频道里面、啊、都看得到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就请您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加开启小铃铛、加苏瑞德、啊、先不要啊，订阅我的就可以了。陈汉典的频道让大家、久等了。哇！来给我推一下，哎呀，推不到。